计一算，蔡依林出道了已经有19年了，自出道以来就已其时髦多变，不断创新的穿衣风格，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流行乐界标杆，名声大噪的同时，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。不说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小姐姐早在2007年就作为亚洲唯一受邀的女艺人亮相巴黎时装周，后来陆陆续续受到各大品牌的看秀邀约，可见她的时尚品味一直都受到各路大牌的青睐呢。蔡依林身穿一件黑色的无袖西装，束腰的设计把她的身材衬托得更加修长，而下身选择了一件牛仔阔腿裤，看上去非常利落。虽然她个子比较矮，却很懂得穿衣显高，把高跟鞋隐藏在裤腿里，更显得腿更加修长笔直。古纹撞色背心搭配古典华丽的金色 logo 项链，文艺复古的元素让蔡依林有种野性美，好身材若隐若现 real 性感了。下半身搭配的浅色牛仔裤前卫帅气，搭配高跟鞋瞬间利落不少，黑色菱格的裹身裙演绎 all black 风格造型，蔡依林此次变身黑白联系赛车女郎也太酷了吧，搭配类似点缀的尖头鞋为整体增添一丝玩味，美得不可方物，整体的搭配自带气场，却最能凸显她独特的魅力。就在昨晚，咱们时髦女王晚间就匆匆飞往米兰参加时装周，去参加某大牌的时装秀，我们又怎么能错过她机场的出发 look 呢？只见蔡依林身穿成套阔腿裤西装，手上拎着方形手袋，一副总裁姿态，酷劲满满，举手投足间的气场二米高的节奏啊。身为时尚咖，蔡依林可不会错过在机场凹造型的这个大好机会。那白色的浅色条纹西装利落干脆，而这件西装从侧面点缀的金色镶边更有一种低调轻奢的感觉，打破了我们对西装套装的一贯理解。奈巴大大的选择了浅蓝色的衬衫搭配，有种与众不同的帅气。显高导的第一条当然是提高腰线，蔡依林把这条导则运用到极致了，下装配套的浅色条绒阔腿裤，把内搭束进裤子里，显高又显瘦，看起来商务风的西装套装本来不难驾驭，偏偏蔡依林要突破常规，选择这种开叉的西装裤，作为身高不到160的她，她还算驾驭的挺不错了。一头中分的浅卡斯洛卷发充满活力感，元气满满，确定这已经是38岁的女人了，拎着一只黑棕色拼接的经典 70 包，戴上金属光浅色墨镜，看起来气势非凡，正经八百的模样，实在有点反差萌呢。难怪粉丝纷纷留言留言蔡总好，蔡老板生意做挺大的，总裁好，高腰加刚盖住脚背的长度，鞋高没话说，脚踩银色的尖头鞋，露出一小截小腿，实在是显高显瘦的小心机啊。小个女生学蔡依林 get 起来，米兰时装周才刚开始不久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蔡依林的看秀 look 吧，我想肯定能给到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哦，你觉得呢？